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七赖美云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诗是赵一曼老师《滨江抒怀》。士志为国不为家，涉江渡海走天涯，男儿岂是全都好，女子缘何分外差，一世忠贞心故国，满腔热血我中华，白山黑水除敌寇，笑看旌旗红似花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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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可爱的小七赖美云，我们来看看你今天创作了什么样的一首诗。我觉得我是作为第二季，然后加入我们这个诗远大家族的一个小少年吧。对，可能没有就是另外三位老大哥们那么就是对生活可能有更多的感悟，我就凭着自己的一种直觉，然后写了一下我对初心的想法。初心是灵魂的心脏，为梦想传递血液是初心，为平凡生活鼓动是初心，在诗和远方以后，人一腔热血不忘初心。好，谢谢赖美云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那份简单和美好。